快到了，好像。都拿上了。都拿上了。模式口北街，石门路。上下，前面就要开始一个小上坡。看起来像是一个7%-8%的一个小坡，哇，这头有点陡。就在破晓前，光明还没有划破天际，当黎明来临。哎，比如说，我们坐在这山下，啊，每天这两个小时也跑了一两趟，对，遛弯也好啊。真的，好，这段就好了。快坐下，坐下，路好鞋，轻松干活。